怎么上次上午播是这样，现在连着还是这样。我刚把它买回来。什么呀？我化妆了。我现在没事，所以就。我过年何止胖十斤，我都做好准备了，等过完年再减。就不知道是什么春，就那个春节那个，我打开电视就是这个。这是老虎啊，这是狗。据说剪剪，看怎么剪再说。有啥菜可做的，不就跟平时一样。28号公也在呀。这什么节目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今天刚刚把它带回来的老虎。再看，叫什么？王牌对王牌。什么鬼？真是，就是我，掩饰，谎言，虚伪，你，快去，得罪人了，我得罪人了，得罪人了，贾刘姐。我在北京。
直播不是这个姿势还能是啥姿势？没拿红包，还没拿呢。明天后天。那这是。我不是忙啊，我是没话说。聊啥？因为没事，就是现在没事干，我也可以不，我也可以关上直播看电视。但是我现在没事儿。对呀，28在呀，不然我去哪？哎呀，可爱呀！几点吃年夜饭？不是，就跟平时一样啊。我们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呀，就平时几点吃就几点吃呗。吃完了之后就各自在各自的屋看电视。什么？我啥都没玩，那个画我看见了。嘿，我最近就买了它。还昨天买这个独角兽，可爱了。一起看春晚，对，就我跟我爸我妈一起看啊，没了。就坐在床上，我看我的 iPad， 我妈看她的 iPad， 我爸看他的手机。我没买那个蜥蜴，我就是看他们好玩才跟他们合照的。没，才五点没吃饭。不吃年夜饭，就是吃晚饭而已。今天中午吃了，隆重的吃，也不是很隆重。大餐明天去我奶奶家，后天好像去家里一起吃菜，吃大餐。我们家一点都不隆重，没有不至于要做20个菜，晚上就把中午剩的吃了就行了，就是一样，就平时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，平时干什么今天就干什么呗。
的吗？嗯，有啥传统和特色？从来没传统和特色过，我也不知道有啥传统和特色。不是，关键是今年不让放炮仗什么的，就没什么感觉。外头一点事儿没有，跟平时一样啊，也没啥。而且昨天情人节出去，我都没有觉得昨天是情人节，就没啥人，就也不是特没有我想象的多。然后我朋友就说，可能就是今年正好赶上过年，然后异地恋都回家了，没人一起过情人节。昨天我和我朋友晚上吃那个披萨，吃那个蘸点披萨，然后吃完之后那个披萨店那小哥举着一个牌儿过来，上头写的是什么接吻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跟我朋友两个女的，然后我说我们两个就不用了吧，然后他说没事，你们举着这个拍一张照就行，徽章之后对，他不是接吻打折，而是就送个徽章而已。之后我们两个尴尬的举着那个牌儿，上面写接吻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再送了我们两个徽章，就长这样，还挺好看。但是有点是，就是我们两个举那牌儿拍照特傻，巨傻。反正也不发在哪儿，然后就不拍了。而且我俩是拿那个牌挡着脸，一人就露了一只眼睛。我觉得接吻可以打折还差不多。什么直播我没看，反正就拍张照，他给你一个这个，不就拍拍呗。请问高大人，查还是不查？查，请打开篮子查验。嗯。新年快乐。今天终于变成蝴蝶，可是我还是喜欢看他们，我喜欢看他们第三步跑的时候。第二步小燕子太傻，第一步难道就不傻吗？有尾巴，这老虎有尾巴。第三步坏人，对，嗯，第三步就我第三步，我选第三步的晴儿和小姐。是小燕子每一步都很傻，我是觉得。新版看了呀，就是前几年那版。没一集一集看，就。
初中的时候播的，大部分就看电视上播，我就看。没什么印象，我觉得还是旧的好看。对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就随便看了一个，就感觉这个还有点意思。电视上不播《情深深雨蒙蒙》，我也不看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。我也觉得。找刺的那段有点傻，哎。你的爱无处安放了吗？要放不放就大改话剧了。你别眯眼，你看不到你眼神啊。什么？我看什么？我看。我这把让你看的全是眼神。看。综艺。《还珠格格》太刺激了，再播《王牌对王牌》，但是我没看明白他们在干什么。这个它还有长颈鹿和河马，小河马，还有那河马没有那么吸引我，然后那个长颈鹿还挺可爱的，但是长颈鹿尾巴上有毛，这老虎尾巴就是这个，我就喜欢这种一长溜，可爱。发那只章鱼，我昨天去的，我今天又去了。昨天那只章鱼是大的，今天只有这种小的了。大的不知道哪去了，但是章鱼一点不软，就也只能照着。然后那只青蛙，还有其他的可好玩了，叫什么？那哈姆雷斯，就是王府井那块有一个。5层吧，一共就是卖玩具小孩儿什么什么，然后里头还有个旋转木马，对呀，就是那个玩具店呀，昨天我朋友带我去的。我对所有朋友表示对他们的喜爱都是咬。我每次都咬他们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有好多。哎，哦，我还以为那个播完了呢，吓我一跳。然后昨天也是我好基友带我去的，就是
新开了一家，就是哪国的呀？开过来的那个知乐坊还是知乐坊乐吧，反正就是那，他就一直说要去，然后我说行吧，那就去吧。然后昨天我们到那，昨天情人节到那门口好多人，说如果要进去坐在里面吃的话要等两个半小时，如果要外卖的话要等四十分钟，然后我们就打包了。然后我今天又去了，今天我带我妈去，因为我昨天吃那个巧克力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我觉得我妈应该会喜欢，然后我今天就去，今天竟然不用排队，然后就进去坐着。对，昨天看了《马戏之王》，就觉得那个男的特别眼熟。哦，我朋友一直跟我说，我觉得这男的特眼熟，我一定要查一下。然后就开始查，然后查出来之后是那个《歌舞青春》的男主。然后我们就很惊讶，说：“他居然已经三十了，太吓人了。”我还没奔三，我现在二还没到呢。我小学的时候看的歌，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才看。什么马戏装好看吗？还挺好，就还行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我出外物的时候我会带上我的小豆和小狗，看一下。我以前呢是会带小豆和这只狗，那这只狗我七年级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是干啥来着，跨年12月31号学校不是会有那个班级联欢嘛，然后互抽礼物，是抽到另外一个同学的，就是应该算我们班长最好看的那个同学的那个小狗。哎，当时狗毛可软了，还掉毛，现在已经被洗成这样，然后可喜欢了。然后以前出外物什么就带他们俩，然后现在自从去年买这只狗呢，我现在就带这一只小狗啦。我小时候就跟他一起，小学的时候就买，我去哪儿玩都带着他，跟我去过好多地儿。然后这个范晓菲送的狗，女同学送的，范晓菲送的狗不知道哪去了。我没带过章鱼哥，章鱼哥是王嘉玲的，他带，他每次都不想带，我每次都把那个章鱼哥塞在箱子里他就带。啊，小狗，不是因为送礼物人长得好看所以喜欢，是因为那个狗实在是可爱，所以就算它长不好看我也喜欢那只狗。
我跟张玉文的狗玩过呀，哎呀，他的狗可好玩了，太可爱了。就把它扔一边，把它扔一边，它自己跑过来钻到你那儿，然后再把它扔一边，它又跑过来钻到你那儿，哎呀，真可爱。什么小狗吵吗？你说哪个小狗吵？其实一直以来有三个人是最放松的，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内心当中是没有焦虑感，没有想要隐藏东西的意思。张宇文小狗就那么点儿，他那小狗吉娃娃就那么点儿，不会出声的，没声儿。小狗能这么想，这么想，这么想吧，小狗。小狗他那小狗爱咬，就给他个，就跟我似的，好像给他个东西，他就。小狗打闹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电视里的。我最近都睡几个小时，我最近10:30-11:00睡觉，然后早上不定时的就醒了，比如说有时候7:30醒，有时候8:00醒，有时候8:30醒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个小时。可健康了，但今天是不是要熬到12:00之后再睡？因为12:00是不是可能会有红包啊？群里，所以得等着。教小偶像做人不需要别人教。早上上厕所才会起来，我有时候在中心的时候，有时候早上4:00-5:00起来上厕所，然后再去睡，嘿嘿。我发啥红包？我有啥红包可发？红包都发群里自抢呗。看有什么好看的。
抢着了，刚才抢着。迪丽闪闪，天使，宋欣人太不要脸了，这人真是，哎。我不冷吗？我为啥冷？快做你一份，哎，做吧。我穿少吗？穿不少啊，我又不是在室外。今天穿睡衣去，妈哟。但是哎，他还珠格格也不播一天，还珠格格播一天就好了。现在对，刚才聋了。可是用电视看那些太麻烦了。你没看过这集？哎，我以前也没看过，就是好像现在电视上放着去年，就是去年《唐人街》上映时候的那期。对呀，我在床上呢，不然我去哪儿？对呀，在家过年呀。
在你，哎，我哪有眼袋？我不都遮，又还行啊。我已经把美颜开到最大了。我准备播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关，还有二十分钟，但二十分钟不知道干嘛。我看啥？哎，也不知道今天晚上黎明会不会。等黎宁一会儿觉得无趣，他自己就走。什么？刚才黎宁说啥？我没看见他说啥。看春晚，看呗，看电视，看别的吧。耶，黎宁终于走了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从不听音乐。不行，我现在想认真的看这一段。应该是把每个都有我口水，但是我会给他们洗澡啊。十八分钟就关直播，可是这段太吸引我了。
洗完了放洗衣机里洗啊，放洗衣机洗，然后把它平放着晾。就不是有那种就是一个大框就是网的那种晾的东西嘛，让它躺在上面就行了。不可以暂停电视，这是电视上播的。就有时候电视上播的吸引你，你在电视上看就想一直看，你要特地用 iPad 什么看再搜，你就不想看。我一直都是用洗衣机洗。洗衣机洗啊，手洗太麻烦，而且洗衣机它有甩干，你晾一下你就可以接着扒了。哎呦我天，哎呦吓死了。不会掉毛吗？不会掉毛。怕洗坏，洗坏能怎么办？洗坏就坏了呗。那就别洗了，臭着吧，脏着，就不会洗坏。不是他那狗毛，你也不能让一个玩具一直洗这玩具这么多年，你也不能让它一点还是那以前毛的质感吧？它怎么也得这样，怎么也烂了。嗯，因为我从来没洗坏过。不是你棉花要是都堆在一块了，你把它揉揉不就行了？你就一直倒，把它屁股上的棉花倒到它脑袋上不就行？早起完了之后吃完早饭看电视，躺再回床上看电视，然后看到10:30左右的时候开始化妆，化完妆中午出去吃饭，然后在外头转悠转悠，然后再回来吃晚饭，吃完晚饭之后躺在床上看电视然后睡觉，然后第二天再早起再重复一样东西。我从回家到现在我每天都出去。洗衣机洗，棉花到处都是。什么叫棉花到处都是？不会洗破了吧？出去去哪儿？就是看电影啊，然后跟朋友出去，跟我妈出去之类的。然后我之后我今天也出去了，然后明天也出去，后天也出去，大后天也出去，大后天也出去，大大后天也出去。嗯，没有，老人家是比如说什么
刮风的时候就不会出去了，因为风太大了，什么下雪下雨都不会出去。我也会，我会出去。年货有啥可买？没什么可买。然后这几天应该过两天去看电影，把想看的看。在家不洗头不化妆，我要在家不出门，我也不洗头不化妆。今天晚上洗头，今天晚上洗澡。我看谈判官吧，就电视上播我就看。我看了，我知道，就是很好玩，谈判官。还有什么电影？不是好多吗？女儿国，然后捉妖记，然后叫什么来着？我刚说啊，唐人街，唐人街，演技好。除夕，对，哦，今天大家都说新年快乐，没人说除夕快乐。然后我买了一个假刘海寄到家里，他2月10号就显示已经派在北京派送，到今天也没到。哦，逐梦演艺圈，有那个有排上吗？那个片儿不知道，可能就一场吧，是吧？对，我最想看《唐人街》，然后是那个《呼吧》。那可是前几天我就买了，我2月初就几号的时候就买了，然后他在河北那块儿就待了好久，待了好几天了，然后好不容易物流显示到北京了之后，又好几天。我再播10分钟就挂了，没到。早知道我把我那个假刘海不扔了，我就带回来。我那假刘海那天握手会结束，我扔垃圾桶里了，因为太时间太长了。早知道我不扔，我新买的没到。我不是素颜，我化妆的啊。不是过年的时候买的。不留刘海，我怕。我怕失败。我不知道，我没看《唐人街二》。我不是躺在床上，我是坐在床上。那后头是个枕头而已，我靠着。我对我的颜值很自信啊，所以我没留刘海儿。而且我留刘海，我不会打理它，我不会弄，麻烦。我小时候就有刘海，但我都不知道我小时候有刘海怎么洗的脸。
还没吃饭，我自己男装，我很抵触男装，我不知道我上次男装什么时候，我不想男装。